喽，来，我出院喽。我是上个星期五做的手术，然后我今天是星期三，星期三我出的院，然后手术的话非常成功，就非常感谢这段时间朋友们对我的关心和鼓励，给我发了很多消息，谢谢朋友们。然后给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手术呢特别特别成功，然后呢，我目前来说哈，然后又不用化疗，还不用吃药，因为我在出院的时候做了检查嘛，然后目前的话，我虽然切掉了一半的甲状腺，但是呢，我另外一半的甲状腺的功能是 OK 的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是正常的，所以说目前来说我不用吃药，但是的话，我一个月之后还要去复查，复查了之后，如果说这个甲状腺功能还是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就不用吃药了。就像有很多朋友做了手术之后，都有终身吃药这种情况哈、但是真的好感谢医生啊，特别特别感谢医生。然后我还要特别感谢在我手术期间帮助我的人，因为我们家小满小易都是放在朋友家的，现在的话就要去把小易接回家，我们去接弟弟回家好不好？妈妈想回家呢，我们去接弟弟回家。妈妈明天要不要去医院？明天不用去医院了啊。妈妈，我觉得今天你打扮得好漂亮。哎呀，妈妈最喜欢听这样的话了，那以后妈妈每天都打扮漂亮一点好不好？好的。等到时候妈妈伤口好了，把这个取掉了之后，就也很漂亮。好的。因为现在有一个疤，是不是不好看？是，妈妈。是吧？有个疤也很好看。是吗？是真的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哪里有哪里受伤和哪里有问题的话，你打扮漂亮，我多觉得你漂亮。妈妈，谢谢哥哥。谢谢我嘞。你呀、啊。你是妈妈聪明的儿子。对。亲一口妈妈呀，你也笑一笑，亲一口。不吃酸了。哟，那个丸子，都不吃你也不拿个。没拿个，他给谁？谢谢吴叔还有三两姐弟，这一锅的今天就吃四天。没有没有。拿个。对啊。老板。你看这两个混吃效果吗？真的是。明明有四天了还有。哎，这个娃娃来这不是闹热的，我这个不是。啊，宝贝，九，九，多大声点，九。一家人辛苦了，不说辛苦了。一家人不说那些嘛，一点心意啊。走。哎，今天晚上吃饭的话，主要就是感谢一下五叔还有三亮，因为他们给我们看了整整十天娃呀，两个小调皮捣蛋。这回他们家是比较热闹了。本来今天是要把小易接走的，结果他们舍不得小易，然后今天晚上还没接走。等周末的时候再过来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然后今天就到这里了，好，拜拜。